Anything's fine. Just don't cut it too short or mum will kill me. That's the only rule. 我把它往前。对。OK。对，你要给他几个星星？三个。啊？剪头发，手不要那么短。啊，不要那么短。可以过去。你说在？对，不要那么长就可以过去一点。过去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差不多，我给你看哦，差不多紧这样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好。然后小朋友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要多短，想要什么造型，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尊重他的。不过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，不要太复杂。前面一点，好。对。但是姐姐那个很重，你请助理。对。可以不会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这样他才拿得到他的饮料。这样子嘛，然后它是往下，它是其实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不要剪得太离谱，它都会是不会差太大的原因，是因为卷度的东西它是弯的，它不是垂直的，它也不是剃头发，所以只要你不要剪得太呆板，其实它卷度一卷起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好看。对，我把它往前。对。尤其如果你碰到这种自然卷外国人的头发，你就大胆剪，因为他们的头发的直径本来就比我们细，对，所以你再怎么剪它都会很 soft， 会很软。对，王子有一点很可取的是，在每一个他没有办法去驾驭的技术的时候，他很愿意去尝试。等一下想要用什么样的发型？真的不是男人，你想要湿湿的吗？像这样湿湿帅帅的，像我这样。Wet? Anything's fine. Just don't cut it too short or mum will kill me. That's the only rule. 妈妈说不能太短，她一直想要短。啊？那湿的好。湿的好。湿的，等一下就是类似像这样，像我这样。OK. 爸爸 ，Nice to meet you。那你们，我帮你们投，你们想要给哪一个哥哥跟叔叔？有一个是给你们多多的，有五颗星星，你要给他几颗？一颗。我要给洗头发的姐姐。我想你。你想要我啊？几颗星星？两颗。哎，你要给他三颗吗？对，你要给他几个星星？It was really good. Yeah, also looking after us and giving us drinks and being nice to the kids and gifts and things. Yeah, it was really good. 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